好啦，这样子可以吗？这样子可以吗？深蹲十下，深蹲五下，再转一次，然后会乘二，半蹲十秒钟，半蹲十秒钟感觉很简单诶。坐下三十秒，坐下三十秒，全力空干十秒钟，不比他十下，喝水十秒，这样可以吧？这样感觉没有，这样感觉强度没有很高的，这样感觉强度没有很高的，一个礼拜不打英雄联盟不行，喝半瓶可乐，没有喝半瓶可乐的选项，坐下三十秒是转。塔塔一千块，冷静一点呐、啊！转，好，那十次先转，我看一下，十次应该是分开的啦，应该是分开的。三端十下，啊，好像他妈超级累的，干你娘，他妈超级累的，好像要死的，不是，再转一次，我还有九次哎、欸。是哦，啊，零二摇十秒，这个简单啊，这个简单。啊，他妈的 ，OK， 下一轮，他妈你是变态是不是啊？靠腰嘞！脸超肥，超级色，好了啦，酸民何必呢？叽叽巴巴的叫。哦，第三轮，再转一次乘二的，干你娘！全力空干十秒钟，超过十秒钟了吧，师傅？OK， 十秒，放火蹲二十秒，伏地挺身五下。OK， 五下，标准了吧？骑马成加一加一零，阿胜这种活动我绝对不会缺席。哦、阿胜，我来了。可乐，喝四瓶，懒觉会死的。小爱情，我豆内两百，叫你转一下。啊，对啊，不是，我喝完这个，我前面都白做嘞。这多少大卡？一百，还好。是谁啊？谁叫他送到我家啊？送麦当劳？谁？姓什么？欸、好像还蛮简，还行。姓柯。完了，收，那先收下来好了。十七，咬一口有单价的。OK。十七，吃一颗，吃一口，沾酱老麦。呀西吧，你为什么还不去训练？都几点了还不去训练？你想干嘛？不要拿放假当理由当借口，知道吗？都是成年人了，要做一个猛男，要猛。你说什么？你练不大，你要放弃？有了十秒。你训练，你健身，不仅要……他那嘴有病是不是？你想放弃啊？是。想放弃，我操！
问一下聊天室，今天能喝粉吗？哎，嘴哥有在吗？今天可以喝粉吗？还是喝你个嘚儿？啊，等一下。干不要啦！靠腰哦，真的假的啦？干可以叫嘴哥来骂我一下吗？这什么东西啦？干不要再耍白痴，这什么东西啦？啊！靠腰，真的假的啦？不要啦！不是，吃一口，吃一口，要沾酱。干你还要沾酱，超级白。哦。阿胜这边看到你空干文艺复兴，甚感欣慰。斗一转支持一下，刚刚那空干的速度真的重回巅峰。空干人，我的超人。这个酱他妈的吃一口，今天感觉白做嘞。你们看这个酱，这什么塔塔酱哦？靠腰哦，这个感觉吃一口，今天白做嘞。三分练七分吃，不是啦，感觉吃一口今天白做了的。靠腰哦，等一下啊，干这什么？要沾满吗？沾满 ，OK， 吃一口。阿胜加油！好痛苦哦！怎么吃到麦之前那么痛苦啊？是你们根本不懂一个瘦子，你们根本不懂一个瘦子想要瘦下来，然后一直要吃，一直被强迫吃老麦的那个感觉，你们根本不懂，你们根本不懂我前面努力那两三个小时在干什么，你们根本不懂，你们不懂那个心情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不懂那个心情，你们不懂那个一个瘦子他妈前面做的辛苦的人生，你知道吗？做两三个小时，然后现在被强迫要吃老麦是什么感觉？胜你这么辛苦，要不然我们把这个变成一元等于空干一分钟好啦。你是猪哦，动没几下又要吃。有些老麦了，那有什么毛病啊？